有没有搞错啊？一餐660元就是港式茶楼点心，吃到饱，丰富多样式的港式点心、冻柠茶、哈根达斯，还有台湾啤酒，它提供这么多东西，没问题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偷刀。我们现在来到桃园艺文特区这里了，然后在身后的这一家是村民食堂集团，它这个集团在这边有两家餐厅，一个是吃火锅的，然后一个就是吃港式点心的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来专门吃它的港式点心啦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也进去吃吃看吧， Go！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就座了啦。是说我刚有先去看一下周遭的环境啊，它这里面给我的质感，它的装潢还有它的灯光，我是觉得，好舒服哦。那我们刚入座之前，他有先跟我说我今天用餐的费用啊，全可以刷卡吗？可以啊，660。好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
各位啊，今天这边的料理很丰盛呢，尤其是我刚有看到它旁边有啤酒机啊，只不过可惜我们今天是开车来，所以就没缘了啦。还有刚刚他们有给了我一份现场点得到的肠粉呢，叫我一定要试试看呢。我们现在吃港式料理的经典叉烧包哦。从它绵密的外皮加上它蜜汁叉烧，每一样都是充满着满满的港式元素啊。一个肠粉里面就包两只虾仁哎，而且它虾仁就是我们很常见的菜市场虾仁。它这个烧麦里面的鲜虾跟它鲜肉结合是鲜上加鲜耶，哦，原来它这边有包鹌鹑蛋呢，所以吃下去除了虾仁口感之外，又有一种扎实的外皮，然后咬开跑出绵密的蛋黄香。奇怪，它这个绞肉吃起来反而就少了那么一种感动的滋味。这些烧麦感觉是包含虾子的东西才会让人感动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吃看旁边的小点心吧。它这个料理是虎皮包上鲜虾哎，我就觉得说在这边吃到虾子的感觉真的是非常让我惊艳哎。这让我怀念起当初在全国大饭店的百花油条了。它这个油条里面包着虾子哎，
连这个咖喱鱼蛋都是这么有味道。哦，这个鸭卷也很有意思哎，他们直接帮我们用薄饼皮夹好一个鸭皮，还有大葱呢。我就觉得说，他给我们这种鸭饼小小一块，还蛮用心的。不然像我们大概可能吃个外面那种鸭饼啊，吃个三四个，你这餐就饱了。这个汤我们刚刚加了满满的芹菜、葱跟香菜，喝下去它是三种元素就嘴巴里散发开来。还有我们今天吃港式茶楼，怎么可以少现冲茶呢？它这个应该是我们常见的鲶鱼肉。哎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我是觉得它这个炒面吃起来很有浪味炒面的味道，包含它的面条粗细几乎一模一样，不过 OK 啦。我们吃完第一轮东西了，我们再去拿第二轮东西来吃吧。我想要灌汤饺还有鸡汤的。谢谢啦，谢谢。我给你，你要不要加香菜？哎，好，我想调味一下。对，我帮你好了。香菜跟那个红醋可以吗？哦，好啊。鸡汤我就建议你喝原味就好。啊，好，这一块是花椒，它是鱼的一个部位，有丰富的胶原蛋白。嗯，了解。对，谢谢。给我一份肠粉。
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这一轮终于拿到刚刚没有吃到烧鸭还有香肠了。我刚刚为了等那个烧鸭，我站在那边等，就一上来大家都蜂拥而上，大家夹到只剩这些比较边角的骨头。这个边角块吃起来有那么稍显的干硬呢，哦，就是这种刚起锅的口感还有香味是最棒的。哦，这个虽然很罪恶，但是好爽哦！我才轻轻咬下去啊，它的皮就跟它骨头轻松分离了。我看一下各位，它的海蜇皮感觉有点咸。这些东西如果拿来配饭的话，我觉得表现应该会还不错。这羹汤我目前喝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口感呢、啊，
我一吃到味道就是香菜，还有他们帮我加的红醋而已。里面各种海鲜吃起来有一种鲜味，就嘴巴也散开来。我们今天点这个肠粉，除了满足我们的味蕾之外，它也满足我们视觉上的享受。一个肠粉在你面前做好，然后切给你吃，这个珍珠丸子里面又泡虾仁呢。可能也许这也是中央餐厨做出来的，但是它的味道给我来说是比较接近手工的味道。是奶黄包，你刚刚好像没有拿到。哎，对，我没拿到。对，我知道。所以刚按铃是这个声音的。哦，原来我们刚刚听到那个铃声是奶黄包出炉的声音呢。哎呦，哎。哦，这个奶黄一剥开还在流浆，吃下去口感很棒耶。好了，我们这一轮的东西也吃完了，那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东西吧。
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拿到这一轮啊，我就觉得说，等等吃完应该也差不多吃甜点了。又甜又香的味道，而且它这个肉应该是猪肝的啊。奇怪，今天他这边现场羹汤类的味道怎么都做得不明显呢？它本身感觉就是只有颜色还有浓度而已啊。还有这旁边还有杏仁茶啦。对啊，杏仁茶就是要这个浓度啊，我们不要像上次基隆长荣那一次这么。这个炸云吞吃起来有一种很鲜的味道呢。各位，它这个东西非常的油，但是里面又有满满的咸奶油，油上加油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油到我们需要先喝点甜东西解解腻。还有刚刚我拿荷叶糯米鸡啊，我觉得我快抓到他们这边做点心的套路了。你要让这个东西好吃，你就里面塞鲜虾就对了。吃这么多点心真的是好满足。那我们准备去吃点甜点了啦。
好了，终于来到甜点的部分了啦。哎，说真的，今天最让我期待的东西就是它的港式点心的这个甜点。哇，这个杏仁豆腐上面还有一层半透明的东西，很特别。哦，这港式茶楼吃这种点心就是要配茶。这个哈根达斯在杨枝甘露的衬托之下，显得没有那么甜呢。嗯，我们就用这杯茶敬你们的啦。不会淋了，暗时都不用睡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。坐在这个艺文特区角落啊，让我心头浮现了往事的回忆啊。我们来说说今天吃橱窗港点的想法吧。橱窗港点它在平日的午晚餐，它用餐费用一律都是600元加10%服务费。可是啊，在晚餐时间，它提供了3.5小时，足足的时间让你吃这些港式点心。哎，各位，诚意啊！虽然说我们真的有吃过可能300多块，然后又吃过1000多块的港式料理吃到饱。就是两者的差别是非常的大，可是今天吃这餐660，我是觉得很 OK 的了。而且他这边现场饮料的部分，他除了提供常见的港式饮料之外，他还有提供啤酒跟现冲茶饮。我是觉得他今天收费所提供的样式，还有他的水准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嫌的啦。好不好？那各位看到这里，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放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了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，一起加入边缘的美食家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